想说喜欢你，我在这里等你，还是喜欢你。明天有空吗？确定我要的是你，想我们约会怎么样？上哪约会？吃了等吧，等我考虑一下吧。看来约会失败了。不可能啊，我的方法是百战不殆的呀。喂，是不是约错地方啊？想说喜欢你，但是怕你生气，还是喜欢你。